老娘专打男人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女神，希望以后见一次被打一次。就你在公司惹麻烦是吧？怎么搞的？怎么是女的？不打女人？太监馆最近经营不善，咱们还是先吓唬吓唬他吧。那简单警告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最看不起打女人的男人。我警告你啊，给我安分一点。你就是开太监馆的林峰。果然方圆百里的人都认识我，对，就是我，你也可以叫王子或者 Prince。 Prince， 早知道你是我粉丝我就不打你了，但是我也是有原则的。听说你在公司老是欺负同事，利用你的职权搞得民不聊生，鸡飞狗跳，所以我来这主持公道，绝不躲。上，不行，我来。老娘专打男人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峰哥，没事吧？女神，希望以后见一次被打一次。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我手机信息都快爆炸了。进入 WE 集团是妹妹一直以来的梦想，也是她的人生目标。作为姐姐，也一定要帮她把这条职场之路给打通。于是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扮成妹妹的样子，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妹妹的人付出代价。打傻了。喂，我是金希恩，我今天回来上班。